这个据说是当地的啤酒，好像很棒哦。来看一下。哦，对对对，转酒瓶，我要喝了，干杯！哇，我们的大师傅在做这个烧烤。你来正好，我需要灯。你等会儿拿手电给我照来。好。没问题，我去拿个手机。哇，好多灯都来了。你们谁打灯的话，那个得穿个衣服，你那个开着门。好香呀！人家是那种的，也挺好的。啊，那是什么？啊，对对，像酒吧。大厨一号正在外面烤，大厨二号正在给大家剪肉。大厨二号，这个肉多少钱呀？怎么卖的？开卖平时只卖会员，你要办卡吗？哎，等一下，加。来厚要厚。哇，你这样好漂亮。来厚要厚，系啦，就系咁样厚啦。哇哦。啊，靓好多。有。头先手震。不好意思啊。来沙拉啦。没办法吧？没有。是你带的苦的委屈，就痛快哭一场。这是我们今天的火锅，是我们本次行程的最后一次火锅了。我们是在回多伦多的路上了。哇，你看这家店有多红，到现在还有这么多人排队呢。好冷啊，今天是那个只能 pick up， 对，是那个伊利旁边的那个，不是这个，一直到那个丽丽这边哦 ，S 开头那个。所以说是整一个的这个位置呢，都是这家店。因为以前是在里面吃的。哦，所以这是 take out。然后这个位置呢是吃的，就是进去吃的，但是呢现在疫情就关掉了。那我们要买的呢就是这一个，你看就是很火的一个什么烟熏肉。我们六个人要分成两波去了。我可以进去了对不对？你进去吧。进去。好，我进来喽。这个我要怎么买呀？我不夹面包吃，直接也可以直接吃嘛。好，那我买什么口味的呀？不是一样。这个是什么？下面写的，哎，那个好像是羊肉。那我就买一个。哎呀，好的，我买个这个。看，我都没有好好逛逛这家店，还有香肠呢。你们还买了这个吗？买了汉堡，你就说要一个三杯去。哦，要一个三杯。好。Hi. Order read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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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one sandwich for the girl. Yeah, just one.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买了个这个，然后等一下我的 sandwich。我还以为那是我的。Order yet? No. That's yours. Oh, okay. Merci beaucoup. Bye. Bye. 买到了一个 sandwich， 还有一个很多的腌肉，然后回家慢慢吃。这个 sandwich 是在车上吃的，来了一定要试一下这一家。我们现在回车里喽。我现在在车上吃了，看全是。感觉好好吃啊，全是肉。我们要开动喽。